第一就是個人的興趣啦，第二就是都係公司委派的代表之一啦，我哋係。我話諗住喺邊度？定係你想攞㗎？有得攞嘅攞啦。想問你係打咩位啊？我負責中路啦，或者打野或者射手嘅。你通常幾歲啊？你哋五個人大？十三。全部十三歲，啱啱上中一啊。係啊。哦，你哋叫 DSW， 今日係第一次嚟參加比賽。是啊，成立是咪同學仔嚟噶？是啊，成立咗幾耐？有醫保人士，點解會嚟一齊參加組織？志在參與。我相信好喺電競呢年齡裏面，好多人認識嘅都係以為係桌遊為主啦，聽最多就係 LOL 或者各樣嘢啦。咁今日大家都係希望成為手遊嘅職業戰隊，為咗呢個目標嚟參加比賽，我覺得件事係好值得開心。我覺得政府而家一路投資緊唔同嘅資源裏面，其實我唔覺得係遲咗好多嘅，因為即係我哋就算我哋做九龍電競都啱啱兩年嘅時間啦，我覺得時間啱啱好咯，因為始終關乎到個世界裏面受眾對呢樣嘢嗰個興趣係咪去到一個新嘅高峰點，咁確實係呢十零個月裏面發生嘅嘢咯。